小莫，这么热的天，一定很辛苦吧？修飞机，来喝点水。我以为你会吸取上次在仓库的教训，跟我故意保持距离呢。哎，那一次是意外嘛，不是这么不通情理的人吗？来，喝口水，辛苦了。谢谢。什么事啊？我说你真是冰雪聪明，我想请你帮帮夏雨。夏雨这一路考试也是挺不容易的，你别看他这个人平常吊儿郎当，他对飞行可认真了，就是上一次没飞好给落下了心病，所以这次的考试我特别担心他。入学测试他是通过晕眩测试的，而且他跟我说除了有一次背书背得比较晚，每一次飞之前他都特别的早睡，早餐也吃得不多，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每一次就是会晕。我想啊，可能这就是所谓的心理阴影，但是我也不知道如何才能化解啊。对，他对你是有很多的误解又冲动，但是他幼稚啊，你不一样，你有经验，而且又是个绿灯全过的优等生，我想来想去，真的也就只有你可以帮他了。我帮不了他。如果你说他是心病的话，那应该只有你能帮他。为什么？因为你的话，他会听。其实我想到一个办法，也许可以帮到你。可以，真的可以，真的这样，真的真的真的，你现在开飞机，你现在开飞机，很好很好，对对对，就是这样，很好，一起摇吧，哎。准备好了吗？来一下。这什么鬼？这是我的秘密武器。OK， 好好准备吧，留给你的机会不多了。是。螺旋桨趋于倾斜，右层、左层、双层 ，Stop。这飞的也太好了吧！
右转。教官，走不晕了。改兵。